这个作品是我是用麦克笔跟粉彩去创作的一个人物，这位就是我们中台科技大学的李校长。那我之前看李校长，他常常用相机去做了很多创作，然后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比较很专业、很严肃的一个人。那通常我碰到一种严肃，我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反过来的一种感受，就是想要用比较可爱、比较卡通、比较半写字的方式去呈现一个人，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把校长画出来。我觉得其实也很蛮有他的感觉，因为校长本来就是也是一个很亲切的人。